赵丽颖和冯绍峰这对夫妻在娱乐圈是有名的低调，除了在合作的影视之中大秀恩爱，私下里基本是不怎么发狗粮的。10月7日是冯绍峰的生日，赵丽颖却没有像其他明星情侣或者夫妻那样卡点为另一半送上祝福，而是选择了在中午时段发微博。祝福的话也只有短短的6个字：“二叔生日快乐。”看过《知否》的人都知道，这是赵丽颖在剧中对冯绍峰的称呼。在送祝福的时候用这个称呼，可能也是赵丽颖自身的一个小心思吧。不过，却有网友指出，赵丽颖还用这个称呼，怕是并没有从戏里走出来。比起冯绍峰直截了当的老婆，感觉赵丽颖爱的并没有那么深。而戏关两人婚后的种种，都好像是冯绍峰在主动。相比之下，赵丽颖就低调很多。不过前段时间两人出门逛街被偶遇，赵丽颖的手全程黏在冯绍峰身上，可见两人的感情还是非常稳定的。一个低调内敛，一个外向爱表达，这可能就是两人能走到一起的原因吧。